来自警政方面的消息，日前在嘉义市棒球场14台汽车的车窗无缘无故被撞破，引起嘉义市治安单位的重视。嘉义市警方巡线前往金门抓到犯嫌，义分局侦查队长洪宗仁表示，嫌犯就是撞破车窗，提出车内财物当作提款机。警方这个侦办经由监视器的比对了后，到金门将犯嫌逮捕归案。日前在嘉义市棒球场14台汽车的车窗无缘无故被撞破，一旦看到碎玻璃落几户卡，受损的车辆拢是无缘无故被撞破，而且车内加加减减拢有被拆的迹象。这个案件引起嘉义市治安单位的重视，嘉义市第二分局进行分析比对，发现五成犯嫌涉案，而且在第二天就打击前往金门。我们棒球场停车场被砸了14辆车哈，这个案件我们已经巡线在金门查获这个无姓的嫌犯啊，这个部分我们有透过金门现行大帮我们协助并在金门昨日在顺利在金门查获这个。嘉义市警方巡线前往金门抓到犯嫌，义分局侦查队长洪宗仁表示，嫌犯就是撞车窗提出车内财物当作提款机。那他犯案的动机他主要是把路边的那个自小客车当作提款机，那他砸毁这个玻璃是要搜刮车内的财物，那总计他得手大概也不过数百元，不过他损害的那个 十几辆车的损失金额，那个被害人财损大概有4-5万元，那他也是将面临这些被害人对他的求偿。那他就是每天在那边打零工，那有钱就去饮酒作乐。在我们巡线在金门的时候，也是查获他的时候，他正在唱歌饮酒作乐。警方积极侦办，前往金门将犯嫌逮捕归案。最新新闻，蔡碧东，嘉义市采访报道。